波确实没给李白输野区，但是李白把蓝拿了之后，明明还剩三分之一血呢，那怎么能让东皇杀了呢？让他举报这个李白。我是不会放水的。哎呦，那个位置踢不到。开始撤退。收到。哇，是个傻逼！我是个傻逼，兄弟们，我是个傻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傻逼，我是个傻逼。无颜看弹幕，兄弟们知道我无颜看，没脸看啊！还有人说补位凭什么好好玩，你给我滚出去啊，我现在就把你拉黑，那个说补位凭什么好好玩，那个傻鸟东西啊，补位就该摆是吧，傻鸟东西。我说你们，你这种三观赶紧给我滚啊，赶紧取关我行吗？不用你取关哈，我已经把你拉黑了。擦，他补位凭什么好好玩，你要真这么觉得 赶紧趁早赶紧滚出直播间啊。我直播的时候少补位了吗？人家段比我高，我直接就补位，我哪怕补位没有好好玩，那补位凭什么好好玩？你怎么想的？气急败坏想来打这个蓝，而我只需要，俩都得死，全残一个没死，我死了，还死了个李白，还死了个阎扑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每次都不差一点点，还故意的呢，还故意的呢，妈的，我是 AI 啊，我脚本啊，我故意的，每次就留一点点血，还故意的呢，烦死了。可以闪现部落，可以的。哎呦，我是真够不着那个哥呀。哎呦我操！啊哈！哎呀！妈的，遛狗一样！我靠，那个哥亚现在这么强吗？我就可以练是吧？大哥，大哥，钟馗，钟馗，你他妈的开摆了是吧？哦，刚才钟馗那一波就已经摆起来了。是啊，怎么这就心态崩了呀？不是，其实我对吧，我是他刚才就摆了，我现在是一杠四，刚才我是一杠三，他刚才就已经摆起来了。